作者张国焘，播讲夏秋年，第七篇，五个月的监狱生活，第二章，受军法审判，上。当天下午七时左右，我们这一案的人犯都被分别押解到警察厅，警察们又将我带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二日我曾住过的那间监房，我心里正在想，这是我救由之地。 果然有一个看守走过来，向我说：“你又来了。”我也回答他说：“你还认识我吗？怎么这么多年你还没有升官？”他望了我一眼，似乎有些难为情，没说什么就走开了。到了十点钟的光景，看守又把我带到警察厅的大堂内，问官只点了我的名字，没发一言，就由大批武装警察将我押上一辆卡车，直接开出警察厅。这时。 我心里有点恐慌起来，我想，这不是夜明正身，趁黑夜将我送去枪毙吧？我不由自主地问我旁边的一个警察：“将我送到什么地方去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警备司令部，一会儿就到了。”将信将疑之间，车子已停在我所熟悉的步兵统领衙门的旁门口了。这里原是满清时九门提督衙门，民国后改为步军统领衙门，警备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。 直系巨头之一，以嗜杀革命党人著称的王怀庆，那时做警备总司令兼步军统领，所有侦缉处和警察厅承办捉拿革命党人的重大案件，都由他指挥。我此时知道此行却不是及时秘密枪毙，但想到四天来走遍了北京城内三个可怕的机关，不知他们将要如何摆布我。接着，我被押进了步兵统领衙门的老监狱中。这是一座老监狱。 还遵循着满清的仪规，在一盏高挂着的昏暗油灯之下，监狱的看守长和狱卒们特别认真地搜查我。我的裤带和衣服上的古纽扣都被拿走了，手帕被分作四块才留给我用。他们这样做虽然使我非常不方便，但也使我估计到他们是想长期拘禁我。这里看守的人比侦缉处的侦探们态度上要和善些。狱卒们告诉我，这是他们自己的住房。 关在这里算是优待我了，要我安心睡觉。第二天清早起来，我发现我果然在受优待，我可以在四周围着高墙的院子里自由走动。其他的犯人在规定的短时间内才有这种享受。我知道了，这里是这座大监狱的一个小部分，名为看守所。这座建筑物的正屋是看守人员的办公和住宿的地方，其余有大牢、有隔离间、有女监等部分。 在看守所部分，我住的这间房子里有一个可以容二十人睡眠的大炕，占了这房间全面积的三分之二。此外还摆着一张桌子、两张长凳和两张木板床，有四个狱卒和一个卫兵住在里面。他们都是旗人，多数是从满清时代便在这里当差的，其中有两人大约已经超过五十岁了，其余三人也在四十岁以上。在这所房间的左面便是看守所的监房。 约可容纳四十人，囚禁的都是一些罪名较轻的犯人。监房的对面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，听说原先驻扎过一班卫兵，这时只住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兵。看守所的中央是一块院子空地，四十个犯人在里面散步和吃饭，可不觉得拥挤。看守所的四周都是坚实的高墙，经常关锁着的小门，其宽度仅能容一个人出入。门外站着武装的士兵。 在我的住房内还有一个四方的小洞，通到监狱里面。这是看守所内狱卒与里面监狱办事人员联络用的。我除了看见李斌被关在看守所的监房里外，从狱卒们透露的消息又知道，其余的同难者也都分途移送到这个衙门来了。我的太太被关在女监中，范铁人和彭永和似是被关在后面监狱的隔离间里。在上午七时以后，下午九时以前。 我都能在院子里自由走动，也可以和狱卒看守们任意攀谈。我很想利用这种自由与我的同难者取得联系。我找着机会和那位刚直而朴实的工人领袖李斌交谈。我首先慰问他在侦缉处受刑的痛苦，抚摸他背上所遗留的伤痕。他告诉我，他一口咬定他只是被雇佣的厨子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再受刑也不会改口的。在侦缉处时。 他和彭永和对过质，彭永和是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学生，并证实他却是一个厨子。我则告诉他，我除了有确实证据的以外，什么都不承认，要他坚持原有的态度，可将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。牢头看见我们说久了，便起而干涉。李斌亲切地嘱我珍重，我则伸出大拇指，称他是条好汉，彼此就含笑分别了。这个机关虽名为警备总司令部。 实际还是九门提督衙门的底子，犹有,有深厚的满清遗风。衙门里的人们似乎多具有没落和消极的心情。那个高大个子的看守所长，看来活像一个王公大臣。他手里老拿着两个核桃珠子，不断的玩弄，胸前佩戴着一个漂亮的鼻烟壶，不时的给鼻子擦上一点儿。他踱着上朝的步伐，倒也十分有气概，但在办事上，除了捞几文之外，什么也懒得过问。 那些狱卒们谈起吃喝穿戴就很起劲儿，可是穷得要命。每人所穿的百纳军服，还是由棉军服将棉花抽出而改制的。他们满脑子想法，不外有了皇帝，天下才会太平。什么民国、国民党、共产党、军阀、总统、曹锟等类名词，他们一概不感兴趣。我和他们交谈起来，有点格格不入。我最初还以为他们因受过训练，守口如瓶。 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根本什么也不懂，实在无从谈起。这个看守所内经常关着三十名以上的犯人，其中大多数是小偷，其次是马菲克。这里实行用犯人管理犯人的制度。看守所内有三个带脚镣的重犯，他们就是犯人中一正两副的头目，负着管理犯人的责任。其中正头目比较自由些。 有时他可借口处理事务到院子来溜达一下，并和我交谈。他是被处三年徒刑的。他觉得我比他大得多，因为我是一个造反的侵犯，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犯人。其实他也并不知道什么是造反，要向他宣传一些革命的道理很是困难。不过我嘱他不要苛待李斌，倒却收了实效。我在这优待室里住了五天后的晚上，才被提去审问。 在一间摆着许多堆满案卷的公文架子的办公室里，靠窗摆着一张写字台，坐着一个瘦长个子、三十多岁的军法处长，看来是一个无精打采的纨绔子弟。后来我知道他是满清的贵族，也抽鸦片烟。台子上放着一大堆有关我的案卷，他在那里一面翻阅，一面用笔圈住，在慢吞吞地向我发问，态度倒也不很凶恶。我站在他的台子前面。 两旁站着两个高大强壮的卫兵，但无记录人员。那个军法处长首先向我表示，关于我的案卷他都看过了，但他没有再提到关于炸弹案的事。翻看一卷案卷，指着说：“根据报章记载和搜获的文件，乃至我在侦缉处的口供，都可以证明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。”问我现在是不是否认？我答：“以绝不否认，并引以为荣。”他进而问我：“国民党有哪些人负责？” 做些什么事等问题，我就盖以不知道三字答复他，他也不理睬我的答复，声言政府对于这些事早已知道了，他不过照例问问而已。第二次的审问仍在夜晚举行，主要问的是有关中共的问题。他同样提到，根据各种证据证明我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共产党，而且是一个负责人。我也同样不否认，并声言这是光荣而不是犯罪。 他对于共产主义似乎知道的特别少，老在说什么共产公期，几乎使我发笑。这次审问也和上次一样，他们一无所得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